给商碧园换点粮食，正碰上汉奸孙元辰出来抢粮抓人。孙元辰，狗汉奸！大婶，那边有船，你们赶快回湖。那你呢？我有办法，志燕，我有任务，你们快走。 准是潜水逃跑了。一年前处死他爹的时候，就应该把他干掉。嗯。告诉郭八龙，宫本太君有令，封湖，谁要敢向湖里偷送一粒粮食，马上枪毙。是，快，是。 这匹马还系着他的口哨，是他吹着口哨放大的。
不容易忘啊。总有一天，我要抓住这个小八路，斩草除根。陈大伯，大伯，志燕，刚才打枪是敌人追你，是追柳大使他们。哼，手里要是有枪，我非把孙晨崩了不可。敌人封锁得这么紧，湖里的粮食越来越困难了。封锁怕啥？就是食草跟树皮，也要抗战到底。嗯，情报在里边。这次宫本孙元臣带来400-500人。他们正在到处抓人，又要称凶。这准是冲着咱们湖上游击队来的。张政委进湖了吗？听徐队长说，快来了。陈大伯，主力部队来了就好了，狠狠打这些汉奸鬼子兵。你呀，满脑子打仗杀敌。天不早了，我送你一程。哎。快塞！是。站住！站住！站住！开枪！开枪！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也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的？孙元臣把我爹丢进黄河的那一天，我爹也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敌人最恨也最怕共产党。我要学爹长大了也当一个共产党。侄儿带回的情报很重要，敌人又在封锁屠杀，看起来他们是想在我们主力部队。侄儿带回的情报很重要，我们马上开会动员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对，徐队长，我们儿童团也要做好准备，练好水上本领，站好岗，迎接主力部队进湖。好。小翔，怎么，就你们两个？部队明天就到。太好了，政委。嗯，我一听声音，就知道你来了。呵，耳朵可真灵。哦哦哦，像只老鹤，那像燕叫呢。我这个笨徒弟，功夫还不到家呢。啊，走，上船。再叫我过过划船的瘾。还真想你这双飞燕呢。那好办，政委，咱俩调换调换，你去摇双飞燕送信，我骑上你的大红马，带上你这支枪，啪啪，打死孙元臣，打死小鬼子，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还真会抽空子进宫了。学扎猛子呢，我们要进湖了，还要不要路条啊？看在政委面上，这回不要了，下回挑小心，别叫我们抓着俘虏。政委，这一回该批准我参加主力部队了吧？你呀，连我们都要变成游击队了。叫加强游击队，日本鬼子到处修炮楼，挖封锁沟，想把我们八路军都困死。我们呢，就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和游击队一起狠狠地打击敌人，就像孙悟空那样，把身体变小一些，变得更灵活一些，钻进敌人肚子里整敌人。啊，这办法好啊，谁出的主意？你说呢？这一定是毛主席出的主意。太好了，这回啊一定能把小鬼子治得嗷嗷叫。这么说你是愿意留在游击队里和我们一起打小鬼子了？我听毛主席的。对，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就打胜仗。说是升级，那升级加强，反正啊咱们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一块儿打胜仗。这就是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巩固它的战略后方，把60%以上的侵华军队压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又是封锁又是扫荡，妄想把我们吃掉。我们呢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这就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老许呀，部队
按照预定计划跳到湖外去作战，这样就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政委，我想让一小队配合主力部队一块到外线去。好，杀杀杀杀！下报下，解散。志燕，走吧，走。大婶，有勇气，我有勇气，你一块去。大婶儿，都是游击队战士了，也该有个装书、装本、装笔的地方啊。大婶儿，我一定好好学习。嗯。老许，根据陈永涛同志送来的情报，最近码头镇的敌人加强了活动。部队跳到外线作战以后，敌人很可能近乎报复，你们要组织好军民联防，帮助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嗯。当前湖里的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是啊，伤病员的身体都很虚弱，得快想个办法。我们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一定要把伤员照顾好。嗯，走，咱们看看去。好。执委会决议是我的权利。政委，你的病，哎，我的病啊已经好了。那不行，你的粮食一定要留下来。老许，一定要收下我这份。张政委，许队长，这份是我们当小组的。好。张政委，许队长，这份是我们当小组的。好。这份是我们当小组的，你可得收下。好好好，这份是我们的，您收下吧。这是我们那份。好。政委，许队长，这份是我们党小组的。啊，政委，这份是我们党小组的。啊，政委，这是儿童团的。志燕，这份是我的。志燕，野鸭蛋我们收下，你这份口粮我们不能收。为什么？我也要执行党执委会的决议。政委，许队长，收下我这份吧。咱们收下志燕这份心意。
老许啊，把这些粮食送给伤病员和最困难的老乡。嗯。部队后半夜出发。好，这样，你要回去准备一下吧。批准我出湖打鬼子了。批准了，和政委一块出湖打鬼子。是，和政委一块出湖打鬼子。在艰苦的斗争中，才能锤炼出勇敢坚强的战士。封锁湖的成功的不是统统的什么的家伙，马上进湖扫荡。嗯，太君，您不知道黄河两岸的百姓是多么难对付，就说长毛和义和全匪这些刁民造反吧。太君，如今可是共产党在领导着他们，你得怕死，不敢进湖扫荡。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他们在湖里设了卡子，放了暗哨，我们不能莽撞。太君，我已经派人进湖去侦查。报告！太君，大队长，进湖的联络暗号我探到了。暗号？哎，哪里？野鸭子叫。喂，你的平湖的里边，皇军的平湖的外边，游击队一网打尽。是。不出所料，宫本要进湖扫荡。昨天敌人的汽船还拉来了十几只橡皮筏子。好，敌人进湖，我们就在他背后打他，袭击他的老窝。对。打败。打败。这是不是毛主席说的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啊？嗯，呵呵，咱们的智燕也懂得毛主席的战法了啊。智燕，你马上进湖，把信交给许队长。老乡和伤病员要迅速转移，做好坚壁清野工作。行动要快。是，保证按时送到。我这是考验你们的警惕性。为啥不回答我的暗号？哼，你的暗号不对。不对？这几天便衣特务常来，我们把暗号改了。呵，还真有警惕性啊。我们还抓着三个特务呢，我姐也抓着一个，是民兵抓的，有你份啊。去，志远哥，主力部队回来了没有？我是给许队长送信的，有紧急情况，快送我进湖吧。哎，走。
好，这样，你转告张政委，我们马上转移伤病员。是。这儿哥，走，我送你出湖。好。你还来吗？来，一定来。再来，我跟你走。你听，这什么声？是汽船。哦。有情况。会不会是咱们队友回来了？不会，快过去看看。你看，像游击队。刘栓，发号试试看。是敌人。装成羊的，哎，前面好像有只小木船，雾太大看不清，再联络联络。游击队还有什么暗号？只有野鸭子叫。怎么，又是那个放马的赵迟燕？是的。哼，我把他抓来。不，先放他走。怎么不追上来了？许是被游击队打怕了。不，敌人在耍花招。咋的？他想跟着咱们的船照到游击队。啊，好狡猾呀。你快游水回去，报告许队长，说敌人已经进湖了，要快点把群众和伤员转移走。那你呢？我留下来对付敌人。我要和你一块打鬼子。那谁去送信呢？这样哥，快去吧，我有办法。去吧，志二哥，快去吧。在那儿呢，跟上。快点。当里钻来钻去啊，过了这一片就到游击队驻地了。哦，他吹的什么鸟叫？
白腾点叫吧。什么意思啊？告诉游击队说咱们来了啊。跟进，等到了地方，我的枪一响，你们就一起开火。是，跟进。我们上当了！啊，黄河怎么又回来了？小黑，这边。太君，要把小八路马上喂狗。嗯，平湖的一定得进去，小八路的暗号，他得说话。哦，明白明白。太君的意思是，要在小八路嘴里掏出进湖的暗号，然后再……要洗要洗。啊，带赵之燕。是。小黑，你的口哨吹得塌塌好啊！鸟叫
统统的挥。有嘴就会吹，有啥难的？啊，鸭子叫的会啊。鸭子叫，啪啪啪，难听死了，谁学它呀？你的什么鸟叫的会啊？哟西，鸟叫的什么的说话？那谁知道啊？你把它抓来问问。快说，鸟叫什么意思啊？快说！你问问他，狗叫说的什么话？狗？你不懂狗的话，我怎么懂鸟的话？小黑，你的老师的说话的没有，你的游击队那边什么的干活？在家门口打鱼抓螃蟹，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皇军的这边，中国的建设王道乐土，明白？明白，不就是杀人放火吗？谁不知道啊？啊，你的小孩的不明白，什么人教你的说话？快说，什么人教你的？是你，是你们这群狗强盗！你们烧我们的房子，侵占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东西！快，你的良民的不是。这就是你们的王道乐土。你的死的不怕？怕死？怕死不抗战。粮库被八路军给烧了。来人！渡口的粮库被八路军给烧了。嗯，赶快回去吧。太君，八路军就会这一套，你出来他就去，你回去他又走了。这
游击队抢粮食，一定的平湖的回去，皇军的平湖的埋伏，粮食夺回来。嗯，是。哎，统统的平湖的开路。嘿，快点，太君命令马上回平湖。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快点退下。送走了吗？放心吧，孩子，你听，打响了。部队正在打伏击呢。婶儿，大伯，哎，大伯，哎，他婶儿，您怎么来了？想之宴呢，乡亲们叫我们来看看。路上不好走，多危险呐！大伯，我们是钻芦苇荡出来的，小鬼子看不着。哎，大伯，志燕哥呢？他在外边啊，帮着我查敌情呢，一会儿就回来。他婶儿，你坐吧。哎。
喝水吧。哎，喝，还带东西来干什么？怕我亏待了他。都是湖里出的，给知燕尝尝。嗯。哎，他婶儿啊，这回你又给我带来麻烦了。怎么？这孩子跟我闹平均呢。张政委派人送来小米儿，我要不吃啊，他就一口也不尝啊。组织上安排他在我家养伤，可竟跟我一块儿吃着糠菜团子，你说这不是像刀子一样扎我心吗？是啊，这孩子就是这样。他大伯，你放心，这回呀，我回来了。芷燕，大伯，你看，子栓，这样哥。志燕，大婶儿，伤好了吗？好多了。大婶儿，乡亲们好吗？好，好。志燕呐，上次多亏你带回了情报，湖里的乡亲们才没受损失，大伙都夸你，还要给你记功呢。这是我应该做的，见了敌人不打，见了乡亲们不救，能算战士吗？来，快坐下试试。志燕哥，你看，这是我们儿童团给你采的莲子。志燕哥，这是你爱吃的灵酒，给你。志燕哥，这是乡亲们送给你的江米，还有红糖。志燕哥，给你吃吧。我不要，我娘说这是给你煮的。给孩子，你，志燕哥，你怎么了？大婶，这些东西我不能要。可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呀。乡亲们的心意，我收下。可是，湖里的乡亲们吃了什么，我知道。我怎么？孩子，你不是有伤吗？有伤，也不该特殊啊。张政委给我讲过，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一个同心员负了伤，几天没有吃东西，饿得昏倒在地上，首长派人把仅有的几块马肉干给他送去，可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和群众同甘苦。他把马肉干送给了重伤号，自己咬咬牙挺起身子，一步地往前走。我一想起这个通信员，想起红军，吃起陈大伯做的糠菜团子，就觉得特别香。
你别难过，等打败了鬼子，全国都成了解放区，我饱饱吃进的小米饭给你看看，叫你高兴高兴还不好吗？孩子，全国都解放了，你要求的就那么一点儿？学习红军就是几顿小米饭也不该要求，干革命一丁点私心也不该有。拿那边溜溜，哎，来，再倒一桶。好。同志们，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都被我们
粉碎了。一年前，我们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加强和扩大了根据地。今天，我们又集中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用新的胜利来迎接大好形势。毛主席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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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顺，柳妮儿，哎，这儿哥，我们儿童团可盼你来了。
徐队长在家吗？在。快送我进湖，张政委有急信。哎，让我划吧。好。这儿哥，张政委咋没来？等张政委来了，我要当主君。张政委领着部队打大仗去了。哎，听徐队长说，咱平湖游击队也要出去配合主力部队打大仗呢。有咱们毛主席的领导，抗战形势大发展了，小鬼子就要完蛋了。那汉奸孙晨也得完蛋了。嗯。报告，我们的支燕飞回来了。嚯。嗯，献给正规军。上级决定，平湖游击队配合主力打宫本、孙元臣，具体指示在信里。好，先休息会儿。好。志燕，大婶来看你了。志燕，大婶。志燕，叫大婶好想啊。嗯，一年不见，长高了，高多了。走，快到家吧。不了，走吧。不了，大婶，部队就要行动了。大婶，哼哼，宫本狗急跳墙，派孙元臣到处找我们决战。我们呢，按照上级的指示，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孙元臣牵制在这一带，保证主力部队趁虚袭击码头镇，炸毁敌人的军火仓库，杀他个人仰马翻。好，这个调虎离山计好啊。哎，这回呀，咱们可要打得个痛快了。我看把孙元臣这只老狗拴在槐树村这儿，保证主力部队攻打码头镇。主力部队提前行动，把码头镇的军火仓库给炸掉了。太好了，上级指示我们马上甩掉孙元臣，中午以前赶到沙柳村，有新的任务。一排长到，通知部队马上转移。是。你们俩的通讯任务完成得很好，准备和我们一块转移。是。是什么？大队长啊，军火仓库和宫本太君都被八路的主力给、啊、哎，大队长，大队长啊，我们中了八路的计谋了。你哎，大队长，咱们马上回县城吧。码头镇丢的槐树村找回来，先把村里这股八路全都给我消灭。我和一排从正面阻击敌人，吸引敌人的火力；二排、三排从这儿东南两个方向冲出去，突围以后在沙柳村汇合，清楚了吧？清楚了，马上行动。是。你们俩的任务是照顾好伤员，先在村西的槐树林隐蔽，等我和一排长打响之后，你们和三排一块突围。是。
他们，撤不下来了。要是我骑上子轰马，突然出现在孙元臣面前，他会怎么样？那他一定……你想把敌人火力引开？对，掩护徐队长，撤下来。那不行，要去，咱们俩一块儿去。可是，谁来照顾伤员呢？这，你太危险了。徐队长他们被炮火封锁，撤不下来，不是更危险吗？那我去揍孙元臣。小翔，小翔，别争了，我去可是。你好好照顾伤员，等徐队长他们撤下来，咱们一起拖出去。给毛主席的书在里面。给志愿同志，我等你，咱们一块儿突出去。王八金箍棒，王八金箍棒，王八金箍棒。
政委，这是知燕的。政委，知燕怎么样了？大半天了还昏迷不醒，伤势很重，流血过多。政委，我不该叫他去。不，志燕，他做的对，你们俩都完成了任务。政委，政委，这是志燕通知的。志燕，志燕，志燕，我是张格。政委，徐队长他们。放心吧。许队长他们已经突围，敌人全被我们消灭了。小强同志呢？我在这儿呢。已经写完了，不是用笔，而是用你自己的鲜血。政委，真的，我还没有写完呢。好啊，你写下去吧。我们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党员都要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用我们自己的全部鲜血和生命写下对党对人民的忠诚。